你怎么看现在的缺蛋这件事情？我会说多养点鸡吧。第几个副业？这不是我的，这不是我的副业。所以现在这个是赚钱。这我们家才开两个月，小姐。不过我们开的时机还不错了，因为过年嘛，过年所有的朋友啊，这个送礼啊。面包店现在有面临缺蛋的问题。我们没有，因为除非做蛋糕店，他必须要靠蛋清去让它打通，去让它去做里面的那个就是馅料。所以我们面包基本上还是以面粉跟它里面的馅料为主，蛋的反而没那么多。多养点鸡吧。这个回答可以。我们家院子大概有20坪吧，在台北养点鸡，就自己下蛋吧。那新娘婚礼筹备的怎么样？我刚刚开始筹备而已，有点晚，所以有点紧张。我等下就要出发去筹备。不用担心，对不对？有你爸爸在。爸爸也结过婚，对不对？妹妹也结过婚。你妹妹前两年也办了婚礼，爸爸经验丰富。参考妹妹，定了吗？场地定了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内湖。内湖哦。对对对。你要讲吗？九月的。九月的好，假日吧，假日。我真的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你说啊？目前。至少三十，会爆桌吧？对啊，要看我朋友包礼包得多的，我们就请他来吧。要看我手指掐指一算，看有多少。